哇塞，吃那么大只的鸡腿啊！嗯，你吃得完吗？要我帮你吃吗？不用吗？不用哦。哇，怎么这么客气呀？嗯，这个时候都不需要爸爸帮忙了。然后你还有面面可以吃，哎，啊，搁买饭给伊吃。我今天你无搞，买了一个小的牛肉饭。哦。看伊吃那个好像很好吃的样子，真的是。你看我怎么变这样啊，咳嗽了哦，给鬼给拐，哇塞这么多，妈妈我咳嗽，咳嗽的时候不可以喝养乐多，太甜了。我没有喝养乐多。对呀、啊。我只喝苹果牛奶。嗯。只有喝苹果牛奶。嗯。有喝吗？有，对呀、啊，有喝就有喝。欢迎来我们客厅，我们的客厅。咕咕狗。咿呀咿公公，欢迎阿布哥哥好客厅。好的、啊，吃东西不要唱歌啦，唱得那么奇怪，还一天到晚捡垃圾，还放我的摩托车里面。